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娜喵喵超人。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《The Battle of the Isaac》啦。那如果兄弟们点个赞，订阅我，收到我的最新影片。走，我想试试看这多次探险模式，走吧。伊莎露，伊莎露听说是死了一次之后变得更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需要先去把自己给嘎了，继续上升，变大，很兴奋。可是我这样子嘎我自己，真没问题吗？哦，真的哎，变强了。OK， 走吧。呀，我是不小心踩到了，是不是？我想要重来了，我不小心把那个东西给关掉了。哎，那个关掉有点可惜哦，好像跟上一层差不多。行，钢铁双弹是什么？射速下降 ，no。算了，这个我们就先随缘吧，因为他给我了好多星。OK， 别靠近我，谢谢你们。我就不太喜欢这一个。要不是我计划要自己打死我自己，坏手又出现了。我觉得我先不要死先吧，我看我们这关打完之后会给什么东西挺好的。啊，好吧，好像不由我自己来决定哈。我受的伤害有点过多了。根性活着，不明胶囊，妈妈的套装，我觉得妈妈的套装可以拿，所以我就先这样。OK， 没问题，拿一个妈妈的套装吧。甜点也不错。我终于有点想拿一个钥匙 ，table 吧，打完先。啊靠腰！哥，你是不是这样玩？完蛋！你去打掉哈哈一只先。哎呦！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差点就要嘎了。I hate you。那这个跟这一个呗。炸弹可以的话，我也想买一个。加气射速可以去拿。好吧。我该说幸好那边是可以踩的嘛，中间那一个人。是，有听到声音哦？没有，好，买不起，还是买不起？因为我这场好像也没开那个什么东西呀、啊。行吧，那走吧，下一关。眼泪直接从一只眼发射，啊！我有点想打，可是打不起来。受伤时小伊莎，我觉得伙伴跟办起来不错，晚餐也 OK。走吧，先打吧。别再碰了，可以了，住手！我没你想象中那么的坚强，别！哇塞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每一个房子有25%几率出现水晶蘑菇效果，可以先拿着。OK， 我们又有钱了。我觉得这个小伊莎，如果说我们接血量高的话，好像也是可以玩，对吧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血量高，血量不高，好像说什么都无用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拿这个，而且我发现这只角色好像可以一直死一直爽，是我错觉吗？好像不是错觉。OK， 没问题。就不知道这样死真是好还是坏。就一只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我听取了你们说的方法。只要我伤害高，对面先死，我就不会死，对吧？
还可以用捐血来消耗我生命值，对吧？哇，我没有想到。OK， 没问题。可投刃，造成气点伤害及破碎，留下的水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。他会自己丢吗？还是需要我帮他之类的？我有点想开上面这一个。哦，我们没有主动道具，好像就可以用它，是不是？啊，剩下这些全部可惜没得买，走吧。走吧，下一关。其实这种玩法还蛮特别的。这边先等等哦。就变成说我不能买新哎、欸，对吧？因为我随时都会因为自杀之类的死掉，那我买新就没什么作用了。就不太喜欢小蜘蛛是真的，就那个在墙上那个蜘蛛，我觉得他们贼麻烦，但想玩就玩。我觉得我再死下去，我真的会嘎，不能乱来呀，不能乱来呀。加多一个新的容器嘛，可以吗？正餐，这是什么？生成一个陀螺跟班。我的了，我居然蛮好奇这一个。那我们拿这一个的话，不知道试试看是什么。一只炸哥有点麻烦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又要嘎了，我觉得我再买多一个好了。撕碎的照片，哦，我要按这塔，它才会触发到。OK， 明白了。感觉好麻烦哦！在角色面前生成一个猫咪，秒造成 4.3 次的伤害。飞行有点眼泪，飞行有点眼泪吧？那有点眼泪也可以穿透。那我飞行的话，我可以拿自己。哎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飞行怎样都会。好很多炸弹，其实我可以炸掉这一个，对吧？哦，不能，好吧，那走吧。我们到了奇怪的地方，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我的攻击好像又变回来了，是我错觉吗？我希望是我错觉，但我觉得我们到后面就不要再卖血了，不然好痛。
他血还没有死啊！我觉得他这个点点好强哦。OK， 没问题。石头箱子，好嘞，谢谢你。这里 ，boss 降级，我觉得嗑药那一个还蛮不错的，是吧？嗑药套装吧，我嗑药套装还差一点点。辣椒、鸟眼胶、爆发机测射红火可以阻挡敌人弹幕并造成基础伤害，火焰伤害或阻挡四次伤害后十秒消失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这个。哦，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火焰吗？我感觉好酷哦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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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好没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到。我就每块我们也别拿吧，我刷新好不好？小胶，主播赢的几率更高。清理掉路几率更高，甚至两个炸弹跟火柴棒，又或者是我们可以赌博。哇！我居然赌赢！这就不用期望会赌赢了，只要你没有抱着希望，就不会有失望。哇！可是听他们说赌到最后会有大奖，可是。我真很少看到大奖呢。好，没钱了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Let's go。我是不小心把它按关掉了，是，好像是。哇！不好意思，按到关掉了。我觉得那个东西设计真的是，你不可以待在中间。真的有到结尾吗？这就是所谓的赌博让人上瘾吗？你有啊？算了，你这你们进不来，你们进不来，我就给你一半。OK， 没问题，打完他吧。哦哦哦，我打他。他就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了。
我再去赌最后几波。哦，给我了哎！哦，谢谢。可是这个东西好像常常都拿到，我怎么错觉？Okay, let's go. 我觉得他陀螺好没有用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加 1.5 减 1.5 射速减 1.5 射程减 20% 额外的射程，我就不要吧。感觉就是会害死我的东西。箱子。就这样，有土豆刀哎、欸！你知道有土豆刀，你最想打，走吧，先打掉这一波。没有想到还会出现 boss 这件事情。OK， 那个我觉得有点特烦的 boss， 因为他会一直喷你，一直喷你，一直喷你，一直喷你。OK， 没问题。我看看。何时不消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没问题。用金币而非某扣，不用金币而非钥匙打开和金箱子。我觉得我们还要拿这一个。走吧，下一个。就不知道他们死了没有，我基本上就在下面扫射而已。哦，这大兵很危险的，有必要吗？那我们可以去拿一个。我、哦、这边又有多一个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又可以再拿。我完全看不到他的炸弹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地上几乎都是暗的。如果眼泪击中背对双倍伤害，生成跟学班，嗯，我觉得加多点伤害跟加多点射程会比较好吧。再见。好，应该没有我们要的东西了，是吧？是一个钱钱 ，OK， 钱钱不够，钱钱不够，我们就接去下一关。没事，我们还能复活一次，所以我觉得还行，应该吧？商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体型变小。
我觉得体型变小可能还比较好用一点。我连我自己怎么受伤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问什么头绪吗？我还冲了进去，我也是挺牛逼的。这边先拿这一个，这里我是觉得体型变小就 OK， 那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被打到，是吧？哦，早餐。看起来就不错。我就不能只打本体吗？我觉得他让我直接打本体反而更快。他干了没？他干了，这个。有点麻烦，这一个。OK， 没事。只要活着，一切都是好事，是吧？买不起啦，走吧，飞波。好恐怖啊！他没有开，是他没有开，那又有点难过。可是也没办法，走吧，什么都没有。终极贪婪。哦、你们好棒哦，不然直接就打起来。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心情。你们露签好像也没什么作用、啊。那个我们就有一点空间感，有点距离感，好不好？我很怕你，因为我们有一点距离感吧，谢谢你。啊，这个东西好可怕啊！啊！我还真被打到了。可以不要突然间让你转圈圈吗？怎么突然间出现那么多人？哥，哎呀！哇，好不容易才看到他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好，那我就今天先从新到此啊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加个赞，然后订阅我，知道我的最新影片。来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再见，拜拜。